刀具啊，那还有呢，烧烫伤用的这个药膏，是非常珍贵的。我们非常感谢新加坡政府及人民，也特别在谢谢这个台湾代办事处的薛副代表，还有白主任这几天来这个跟我密切的联系啊，完成了相关的手续。那么今天终于清晨抵达台湾，那我们今天也会全部发送给徐嘉义耶。